全新角色机器人克鲁泽重磅加盟新一季，宝贝亮相吧！我是克鲁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有我陪伴，宝贝们亮相吧！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贝亮相吧，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克鲁泽，学富五大车，有啥不明白您就来问我。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宝贝观察团的几位评委老师，他们是精致名家江一山，电视节目主持人杜月，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英明。接下来隆重有请本场的飞行嘉宾，黄梅戏名家吴琼。哇，飞来了，大家好。哦，克鲁德你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谢谢谢谢，热烈谢谢。我回我的座位上了啊。好的，哦，点点头，大家好，宝贝亮相吧，有62位热爱中国戏曲的宝贝登台展示，每位宝贝先选择心仪的玩具并了解对应分值，现场100位观众评委根据宝贝的表现决定是否投出手中的小红花，小红花的注目只要达到玩具所需分数就可获得玩具，没有获得足够分数的宝贝可以申请飞行嘉宾手中的唯一一朵升级大红花。宝贝亮相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宝贝，我叫谢依瑶，我今年4岁了。我喜欢看戏，我家里面人物好漂亮，我可以自己化妆穿戏服，我在家唱戏的时候妈妈会给我吃冰激凌，妈妈会给我买玩具，我喜欢艾莎公主，我会和艾莎公主聊天。艾莎公主，我也是宝贝亮相吧，请你给我加油吧。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宝贝亮相吧。岁了，我最喜欢。喜欢什么呀？我喜欢冰淇淋，还有巧克力，还有。克鲁泽，你吓着他了。我问克鲁泽，你喜欢吃什么零食啊？我什么也吃不了。哦，刚才说喜欢冰淇淋，还喜欢什么？巧克力。还有没有了？糖。糖。还有吗？都跟吃的有关系、啊、对，看这是什么，哎呀，糖，姜老师有糖，哎，哎，甜了，你看你一上来姜老师就给你拿糖，是不是这一会儿给你好不好，妈妈不让我吃糖，哟，妈妈没在台上，没事儿，快看，别找了，在你演完节目之前把糖吃完就好。那克鲁泽他可不可以去挑礼物啊？你可以挑礼物了，神秘玩具屋开启。哎呦，这么多玩具呢！啊，还有公主，还有公主，快去，冲过去！我看看拿什么。哎呦，跳花眼了，拿出来。克鲁泽告诉你，这个礼物是多少朵红花才能拿走呢？克鲁泽，你选
选择的玩具分值是76分。现场有多少人你知道吗？知道吗？你问题问谁呢？问你话呢？问你话？没有，我问你呢。小谢他问你呢，他没问克鲁泽。金阳，人家克鲁泽当然知道了。你知道吗？现场有多少人？有100个人，也就是100分。如果你的表演能得到76朵小红花，你就能把艾莎公主拿走了。好，那克鲁泽他可以开始表演了吗？宝贝，你需要得到76分才能拿走玩具哦，开始你的表演吧。帮着我会了，貌也美是吧？如痴如醉，我都会了。唱的是什么呀？一月思念。你最近唱的怎么样啊？不错，不错。我也觉得很自信啊。那阿姨教你唱一两句好不好呢？哎呦，好啊！因为他太小还不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殊荣啊，谢依啊！站在你身边的可是名家呀。亲一下呗。亲一下我，亲一下我，亲一下，那我亲一下你，也不行，是不是那克鲁泽把你给你使了什么魔法？你在这吹，那你使了法吗？那你看我，你不看我不给你分儿，不给你分。哎呀，快看快看，对呀，对呀，你要看着我。哎，你今天睫毛还粘了睫毛耶，粘了，粘了吗？哎呦，睫毛粘得很好看，你哪里人啊？北京。哦，北京人为什么喜欢唱黄梅戏啊？妈妈喜欢吗？哦，妈妈喜欢，所以才让你。她站在那儿。哦，她站在那儿，你看到妈妈了是吧？我肯定比你妈妈唱得好。那当然了。她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相信是不是？我动作也比你妈妈做得漂亮。你再看着我，我再教你。然后我还有糖。我忘记把糖带上来给你了。哎，我先把这两个糖给他。送糖，快！要不要糖？不，你慢点。哎呀，你慢一点，飞过去。孩子，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你看我，看我呀，唱《一月思念》好不好？好。一月思念，如痴如醉，想也待得佳音归。还唱得好吗？刚才我看你做了这么一个动作，你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吗？想也待得佳音归。想也，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好看。好看呀、啊。
啊，这是尊敬的意思。比如说，你看刚才姐姐啊、哥哥都比你大，所以呢，你要用这个动作，是不是？动作做对了，意思是。你说蚂蚁里头也有一个这个。好，这个动作做的挺对的，相爷，相爷戴得佳音贵，他才也高，貌也美。新店的状元他是谁？哎，你后边怎么唱的跟没电似的？跟那克鲁德没电就是这样。来，新店的状元唱。新店的状元他是谁？他是谁？啊，谁？他是谁？好吧，就装到这儿了，太小了，很不错啊！下次叫妈妈带着你找我多唱几段，好不好？给你一个糖，哇，得到了！你看，待会儿你要是获得了好名次，你们想要那个娃娃，还是想把克鲁泽拿家去呢？要那个娃娃，还是要克鲁泽？别想了，你他妈要机器人怎么办？拿走啊！谁允许你有这样的权利？不是我的，所以我不行。啊、我觉得你可能就这一期了。啊、对，下回我就装那壳里边装那个。可以。你要哪个？你是要那个娃娃还是要这个娃娃？小谢同学，这个要这个，要用那个。刚才呢，那个的分数是76个小红花，看你能不能得到那么多，好不好？好，那克鲁泽，现场的100位观众，如果你对宝贝的表现满意，就请给出你手中的小红花吧。谢一瑶，你快点把刚才那手势用上，拜托一下。哎，你说谢一谢奶奶，快点，你说谢谢，快继续啊，对，谢谢，对，谢谢。你想得多少分啊？12分啊？我说他不识数吧？那我问你，2+2等于几？2+2等于几？三，答对了，聪明。哎呀，你看多少分了？加油，继续手势，快，拜托了。认识这个数字吗？认识。啊，不认识了。72了，加油，还差两票，加油！哇！娃娃归你了。现在是多少啊？这数字还有呢，还能再增长，太棒了！去吧，你可以去走了，能拿这娃娃的吗？能。再见，宝贝。再见。来自北京的可爱宝贝谢一瑶，台上的你，眼神、动作，无不散发着黄梅戏之神韵。面对吴琼老师的现场指导，虽然有些羞涩，但一定会对你今后的戏曲道路有所帮助。愿你健康成长，在北京做一名小小的黄梅戏传播者。大家好，我叫肖涵瑞，今年10岁了。我的记忆力超强，背课文对我来说那是相当的简单。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喜欢京剧，唱起戏来我又是另外一个自己。对了，我喜欢吃水果，有时候我会自己去市场买自己喜欢吃的水果。我会在外婆不舒服的时候帮她按摩，还会帮妈妈洗衣服。我是多面男孩肖涵瑞，这次来参加宝贝亮相吧，请给我加油吧。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大家好，我叫肖涵瑞，今年10岁了。我来自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小学，但我的老家在湖南。那你喜欢深圳还是喜欢湖南呢？湖南。为什么呢？因为湖南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哦，你不是你在湖南吃过什么好吃的呀？你给克鲁泽推荐几个。有猪大肠、辣椒炒肉、雪鸡。你最喜欢吃的什么？就刚才你说这些美食当中。猪大肠。哎，我跟你完全观点一致，对，喜好的也一样。吴老师也喜欢吃。太喜欢吃了。哎呀，好吃不爱吃。
所以很聪明。但我例外啊。你今天来了想拿什么玩具啊？一个乐高。用乐高拼一个猪大肠。没有这样的方法。讨厌。那你这样，你再问问克鲁泽，你可不可以去拿玩具？我可不可以去拿玩具？你可以挑礼物了，神秘玩具屋开启。快一点，乐高嘛。哎，有有吗？有。哎，真是乐高哎，真好。你选择的玩具分值是82，分数不低呀、啊，小肖，明白了吗？你要唱得过这个分数才可以。宝贝，你需要得到82分才能拿走玩具哦。开始你的表演吧。要火转灰尘，他
十岁，嗯，你把齐派的这个唱作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个念白其实是京剧里比较难的，他前面完全可以一张嘴就唱的，但是他加到了大段的念白，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念得非常非常的好。你们学校还有多少个小伙伴跟你一样学京剧的？十几个。十几个，那你回去有任务了，你要发动更多的人跟你一起来学京剧，能完成任务吗？能。那你学这个戏有没有影响你的那个平常的学业啊？还可以。还可以啊。哦，听说他是个学霸。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记忆力特别好，背课文从来不吃力。那让那个克鲁泽考你一道题，看你记忆力如何。敢于接受挑战吗？敢。好，太棒，真痛快。让他考你。来，克鲁泽，人家向你提出挑战了。请出题。对。小明的妈妈周三带着小明去了动物园，看了三头大象、五只老虎、六只熊猫、八只猴子、十只鸭子、十五只公鸡，最后还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明和妈妈开开心心地度过了这个假期。请问小明和妈妈周几去的动物园？哦，我以为记多少动物呢。对，我就记那数了。对，周几去的？周四。周四去的，对吗？克鲁泽回答错误，是周三。这个是这样啊，这个我替孩子说一下，谁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情况下要记无数的很多的线索，所以他肯定非常难。对，肯定难，换了我们还不一定能有小朋友的水平。我问你一个，一加一等于几？三。我白替你折了，孩子。还有英宁老师帮你着补了半天。我觉得你学京剧之余也可以接触一下相声，你这个脑子非常的好，这种反向思维适合表演相声。克鲁泽，我们给他投票好不好？现场的100位观众，如果你对宝贝的表现满意，就请给出你手中的小红花吧。对，那答题都不算啊，主要是看我们的戏啊，戏好啊。答题都赠送的，那都是娱乐啊。下回谁也不来说自己哪块擅长了哈，太吓人了。加油加油。没问题没问题，对，他的戏还是确实非常非常好，专业非常棒。哇，哎呀，还在涨呢，涨涨涨涨，你的90多分肯定没问题。太好了，能过90吗？再投吧，再投几票吧，再投几票吧，冲90，冲90。好，91朵小红花，不错，你可以拿走你的玩具啦，乐高。玩乐高，记得答应我的事儿啊，记得答应我的事儿，好吗？好，我去教同学唱京剧啊。学霸宝贝萧寒瑞，年纪虽小，全然一副老戏骨模样，将齐派老生表演得惟妙惟肖。希望聪明伶俐的你，在纯熟演绎经典的同时，更好地学习名著中所传承的知识。亦不要忘记江一山老师的话，把戏曲传播到学校里。我叫马天星，今年4岁了，我3岁就开始学戏了。妈妈和老师都夸我很棒，因为我一点都不怕苦，我可坚强了。练功的时候，我从来也不哭。我是班里最闪的孩子，但是姐姐做的动作我都可以。你们看，我给你来一个超难的动作。哇，好棒啊！你哇，别高兴。跟我学习小姐姐对我很好了，我最喜欢玩。我最喜欢的是旋转木马，我还喜欢小动物。你们喜欢我吗？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我叫马天星，
啊，今年几岁了？我今年四岁了。骗人，我看你像两岁。你紧张不紧张啊？紧张啊，我们四个人都特别特别喜欢你，所以你不需要紧张，你给我们笑一个我看看。哎呀，太美了，太可爱了。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啊？小白鞋说媒。唱之前你可以选礼物，你知道吗？知道吗？选礼物可以啊。你想要什么呀？芭比娃娃。哦，芭比娃娃。芭比娃娃，我们正好就有芭比娃娃。哎，高不高兴？高兴。好腼腆。克鲁泽，那他可以去选芭比娃娃吗？你可以挑礼物了，神秘玩具屋开启。等他停稳了，你就进里面把你最喜欢的玩具拿出来啊。哦，哇，够大的，能够着吗那桌子？哎呦，哎呀，真棒。克鲁泽，这个娃娃多少分？你选择的玩具分值是86分。啊，天心，你要好好表现呢，要过这个分数就可以把娃娃拿走，知道了吗？宝贝，你需要得到86分才能拿走玩具哦，开始你的表演吧。回去吧，回去吧。神情啊，小动作啊，都做得那么有趣。你看鞋脏了怎么蹭的，跟裤腿怎么蹭的，学学鞋脏了怎么蹭的。刚才真好。对，就是这样。对对对，先把鞋蹭走，太可爱了。你学习几年了？哎，我学习5年了。学习5年了？你不才4岁吗？你不是4岁吗？4岁，学习5年，那9年的一零。哎呀，下面我就好问了，我问你，2+2等于几？2+2等于4。哎呀，厉害！没考住，接着来，二加
七等于几？等于九。啊，真聪明、啊哎，很厉害。还有别的什么才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有。有什么呀？跳舞。哦，还会跳舞呢，能不能来一个给我们看看呗？你这是基本功会爆，我看懂了。宝贝儿，你哭吗？练功的时候哭吗？啊，因为你太小了，你的胳膊腿还软呢。我觉得你是对的，你光唱也不行，光表演也不行，戏曲知道吧？它要唱、念、做、打。这个打怎么办呢？就要翻滚，要有武功的训练。我觉得你很全面，很棒。现在像孩子们这四岁啊，我真是想象不到，就是我们四岁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学什么，根本就不懂。然后我是13岁进了艺校以后才知道要练这些。我的天哪，13岁的时候，13岁更痛苦，那个腿呀、腰腿都很硬了，要练什么都很困难。而且我可以说，我在学校里待到3-4年的时候，还没有他这个。没有他这么，就是说他在舞台上这么柔，这么淡定啊！现在小孩都吃什么呢？好嘞，那问问克鲁泽，咱们可不可以开始投票，好不好？现场的100位观众，如果你对宝贝的表现满意，就请给出你手中的小红花吧。给这个小梅学了，梅的小朋友加分。对，演的是媒婆，大家可千万别忘了啊！哎，2+2都等于几？都知道。哎，4岁了，从艺5年。哎，马天心，他的目标是86，是86分，马上了，快点，加油！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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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哇！哇！恭喜，成功！你拿你的芭比娃娃啦，去吧，拿走你的芭比娃娃和你的糖，回家喽。鬼马精灵天心宝贝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聊天中处变不惊，投入表演时俨然化身一个小媒婆，手眼身法步的细节十分到位，扎实的基本功也会帮助你走向成功，希望你能够保持童心，快乐长大。大家好，我叫包希达，我是一名蒙古族的小伙儿，我有很多爱好，比如听音乐、打篮球、看书等等，但我最喜欢的是我们蒙古族的乐器。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京剧演员，这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偶像，我非常崇拜我的爸爸。远替他看望而知情，所以和爸爸学戏是我最快乐的事儿。没办法，你看，情趣，散步、画圈、散步、看电影，对，慢，越慢越好。好，我很高兴参加这次节目，感谢爸爸妈妈给我的指导，我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成绩向您们汇报。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我叫包希达，蒙古族，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清实验学校。我认识你。我也认识。我也有一句，你就是那意思，认识就认识吧。哎，我有一个合作了10几年的搭档，叫包飞，你跟他熟吗？他是我的爸爸。哦。哎，我特好奇呀、啊，这么高一个大小伙子，他会喜欢什么呢？你喜欢什么玩具呢？嗯，枪。
枪？啊不，你先说好是什么？哎，对，是这种手枪、冲锋枪，还是练武玩具枪、打子枪啊？冲锋枪。哦，冲枪玩具哦，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玩具。包奇达家里还有包奇格呢啊，得想着点妹妹，家里还有妹妹呢。哎呦，那你不给妹妹拿一样啊？对呀、啊。如果枪没有，可以给妹妹拿一个。首选自己喜欢的。那我告诉我包奇哥小妹妹一个好消息，我们没有枪，只能给你选了。好，那克鲁泽，你可以挑礼物了。神秘玩具屋开启。有枪吗？没有，这一看就给你妹妹选的。哎呦，妹妹爱踢足球哈。哎，这个中国女足啊，要更加再创辉煌了。这不喜欢枪吗？怎么跑球去了呢？嗯，枪不是没有吗？你不是说没有枪就给妹妹选一样吗？看见有的足球就选这个，这肯定的，因为妹妹到底喜欢什么，我们没有把握，拿一个肯定有把握的，我喜欢球。而且妹妹也应该玩球，妹妹今年多大？3岁，那正适合玩皮球的时候。感谢英宁老师解围啊，应该拿球。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球是多少朵小红花呢？我们看一下，你选择的玩具分值是，哦。哎呦喂，儿子，你选个这么高分的，我就说让你拿个娃娃，拿个娃娃，拿个娃娃，不听我的。那克鲁泽他可以开始表演了吗？宝贝，你需要得到92分才能拿走玩具哦。宝贝，开始你的表演吧。
对，海天呢，他有一点变声期，再有一个这个京剧的小声啊，是用假嗓来演唱的。这么点的孩子很少有假声，他的声音还是很好，而且声音挺宽的。这是跟爸爸学吗？是。爸爸要求严吗？不。还行了，还行是什么意思啊？反正这你爸也来了，你也不敢吐槽你爸多么多么。没事，接下来这几个问题，我们找导演已经把你爸爸隔离起来了。他现在，你爸爸现在听不见的啊？对，他心里想，一会儿播出来，他爸爸就会看见了，那怎么办呢？家里谁说了算呢？我妈我爸都说了算。你那你这个唱戏的选择是你选择的，还是你爸爸选择的呀？我爸选择的。你看，爸爸选择的，那就是爸爸说了算呗。爸爸平时凶不凶？还行啊，还是。刚想说不凶，然后又觉得不能违背自己。他给你选了这个，并不是你的本初，你讨厌不讨厌他呢？不讨厌他。不讨厌他。你学习你爸爸打过你吗？打过。还打过我们？因为什么打？因为走错了，有时候那个说了好几遍走错的意思啊，就是这样。比如说啊，教别人的孩子啊，会特别耐心；教自己的孩子，那个基本根本就没有耐心。对，教两遍就不行了。对对对，所以这个。那我们说了爸爸这么多坏话，我们把爸爸请出来好吗？好。哎，你爸被打耳朵了。有请包飞。儿子绝对没说你坏话，绝对没说你坏话。还行哈，说的很多都很发自内心的。哎，包飞，我看你对包旭达挺严格的，其实你平常是一个多温婉的人。对呀，你怎么对你儿子这么凶啊？刚才英玲说那特别对，我教别的这个小朋友，或者是我带这个研究生班的学生，就是都20多岁、30多岁，我都教过，我特别特别有耐心，效果成绩非常的明显。我一教他，我整个就完了，我整个就没法说，一说我就老是鸡头白脸的，我真没法教。所以我现在我打算得请别的老师，就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有时候一着急吧，我就打他屁股，我也着急，但是呢，他老忘。哎，别的老师一上呢，马上就记住。你说是？就这个问题。为了父子关系越来越融洽，还是换个老师吧。我完全赞同啊，方老师，你跟我，你来两句啊，你跟那个姜老师俩人，做老搭档合作一下，合作什么，让我们大开眼界啊。有请啊。哎，来。太熟了。你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喂！哎呦好。孟夫人宽恕。想这婚姻大事，岂能勉强？夫人既然不允，小生失陪了。且慢，我见君家至诚有礼，愿考证一句赠君，亦不负今日之。夫人不见则以我，反而赠你家具，小生自当领家。愿把春青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风喜剧，去赴当归买酒家。愿把春青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风喜剧，去赴当归买酒家。哎呀，太美了，好棒，好棒，谢谢，太棒！快来，快来，快来！达奇达，爸爸表演的好不好？好。我觉得现在最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票数的应该是包奇达。那就惦记着足球了。现场的100位观众，如果你对宝贝的表现满意，就请给出你手中的小红花吧。给分。张票数是92票。92分，今天最高分。啊，希望大家给我投票，谢谢。把爸爸嫁去给你投票啊！我嫁去了，爸爸嫁去给你投票。对，爸爸要投票，爸爸一定要投票。这爸爸妈妈真是的不容易、啊。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快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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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没投票啊？把手举起来。没关系。哦，对对对，没关系，我们有飞行嘉宾。对呀、啊，我那票在哪儿呢？大红花在哪儿呢？哪儿呢？大红花，快点，在哪儿？哎呀，在您的脚下。吴琼老师，您愿意献上本场唯一的一朵大红花吗？我愿意。哇！91项加上一朵大红花足够了。谢谢老师。好好学啊。嗯。那个足球属于你了，好，哇，好，恭喜恭喜达，足球属于你啦，拿走。京剧小生包奇达一亮相，一开嗓就迎来了阵阵掌声，在父亲的光环下，仍能坚持自我，认真唱戏。希望处在变声的你，好好保护嗓子，跟优秀的戏曲演员进行学习，继续努力。愿你将来站上更大的舞台。大家好，我叫李成浩，今年5岁了。请问我为什么喜欢唱戏？那是因为我的姐姐，一个是我大姐唱得好听，还有一个我总能在电视上看见她，她可威风了。我大姐拿过的奖状比我的小儿书还厚呢。我大姐声咋这么多呀？所以我也开始学唱戏了。我现在在公园里跟爷爷奶奶一起唱戏，我还有一帮小戏迷呢，他们很爱听我唱戏，他们都可爱跟我玩了。我超级期待这次去北京的表演，你们一定要等我。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大家好，我叫李成浩，今年5岁了，为大家演唱的评剧是《成招蔡选论》《青龙照白头》。你从哪儿来的？天津保里。保底人，保底。你为什么想到要参加宝贝亮相吧？那是因为我大姐给我这一个玩具，我也想给我大姐这个玩具。哦，你姐姐来过？来过。她叫啥？李佳梦。哦，想起来了，当时她说嘛，要给弟弟拿一个玩具。哦，她姐给她拿了一个。对，然后所以她就要再给她姐姐拿一个玩具。你姐姐跟弟弟拿的是什么玩具啊？哦，这是乐高玩具。什么？乐高玩具？哦，那你给姐姐弄什么玩具？哦，我就给我大姐弄一个那个我世界的玩具。那克鲁泽，赶紧让她去找找那个玩具吧，好不好？你可以挑礼物了，神秘玩具屋开启。都给我查清楚了，有我的就有。还是乐高吗？放在那个桌子上。还是乐高吗？这是什么玩具呀？我世界玩具。我的世界。哦，好吧，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没玩过。嗯，让克鲁德告诉你，这个礼物是多少朵红花才能拿走呢？克鲁德，你选择的玩具分值是87分。哦，87分好高的，有没有信心啊？有。好，没问题。那么克鲁泽，他可以开始表演了吗？宝贝，你需要得到87分才能拿走礼物哦，开始你的表演吧。
小李同学，你唱这段叫什么名字呀？青灯照白头。是哪个剧目里边的唱段呀？哪出戏都忘了？忘了。程招财。对，是程招财。你演的是谁呀？你刚才唱的是谁呀？程招财。程招财。那你唱这段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老师知道吗？哎。老师知道吗？我太笑了，我多余问这个问题。本来想给你挖个坑啊，结果我都掉进去了。你在你的小区里和孩子们喜欢和他们玩？哦，喜欢跟我玩的。啊，喜欢是他们喜欢跟你玩是吧？嗯。那些小朋友们喜欢听你唱评戏吗？喜欢。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但是觉得好听是吧？那你唱完他们给你鼓掌吗？鼓掌，鼓掌，那就是你是他们的偶像喽，他们是你小粉丝喽，是不是？是啊。那你有多少个粉丝啊？数不过来。别着急，我们孩子正数着呢。啊，这我们有好几百个吧。好几百呢。好几百个呢。啊，挺香。怎么小区里你比阿姨都强？阿姨只有好几十，有好几百了，太好了。那你在小区里一般都玩什么呀？跑步比赛。跑步比赛啊。我小时候玩的就是什么砍包、拍洋画、篮球，哎呀，别再往回数了，那我们不更可怜吗？别数了，你能带我们玩个什么游戏呢？一二三摸出人。怎么玩啊？有一个人说一二三摸出人，数到三了，然后有一个人回头，看见谁中了谁就
回原来站的位置。行，我回原来站的位置啊。那我们是要到那儿去玩吗？咱们都走着，来着玩一下。哎，可是小时候没玩过的，跟他们后一下。杨家夫人，吴老师有点动了啊？没有，没有，没动，没动。杨家夫人，就没动。没动啊，我没动啊。你这嘴动了，刚才嘴不能算，嘴不能算，脚才算呢，对吧？脚才原谅一次啊，杨小凤。哎，你们仨都动了，只有英宁没动，他可能从喜剧中都一动没动。杨小凤，哎，你这回确实动了吧？我在回头之后他才。这样表演个节目吧，表演个节目，表演一个才艺，才艺表演一下。老木头人看住了，小木头人没看住。好，中不？你表演个什么节目？咱们演个声么呀？还唱个歌吧。还唱个歌吧。歌吧，唱个歌吧是吧？那唱个腿都成。唱个什么歌？虫儿飞。虫儿飞，好好好，好，掌声，好好。天空一吹，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的100位观众，如果你对宝贝的表现满意，就请给出你手中的小红花吧。拜托了，给分啊，给分啊，没问题。这个最紧张的应该是吴老师，因为他手里大红花已经给了。对，我没有权利了，一定要给分。他怕帮不了孩子了。大家加油哦，加油啊，再给一点。对，加油，加油，加油，再来，加油。有了有了有了，还在长呢，谢谢大家。哎，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姐姐，拿吧，送给你姐姐，再见，再见。来自天津的暖男宝贝李成浩是小伙伴中小有名气的小戏骨，为了给姐姐带礼物，站上宝贝亮相吧的舞台，最后的歌曲更是让大家一暖到底。希望你和姐姐一起努力学习，让你的小粉丝们也能爱上评剧。那当然，今天呢，我们的5位宝贝全都亮相完毕了，而且所有的宝贝都拿到了自己心仪的礼物，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下期又会有哪些宝贝在我们的舞台上亮相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再见，再见，谢谢大家，辛苦了。宝贝，宝贝，亮相，灯光亮，锣鼓响，我手持悟空金箍棒。